家好，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。尔湾 Portola Springs 最美景观的独栋别墅项目 Olivewood 将强势回归了。之前大家翘首以待的 Olivewood 景观项目，由于尔湾公司剥离住宅开发业务，导致项目拖延了几个月，现在终于名花有主，即将上市。尔湾作为世界瞩目理想生活目的地，目前在售的独立屋只有97栋，一栋房屋上市通常十几个买家一起竞争，在房源严重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， Olivewood 的上市一直是备受关注。 Olivewood 目前有3个户型，沿用了尔湾公司过去最受欢迎的明星户型，漂亮实用，有难得的中式厨房，很多地块还有景观，俯瞰整个尔湾的万家灯火，远眺太平洋、卡特琳娜岛和迪士尼的烟火。今天为您带来 Olivewood 新盘最详尽的解释，让您先睹为快。在视频结尾会讲解如何加入建造商的排队名单，希望您可以抢到最划算的开盘价。 Olivewood 位于 Portola Springs 社区，这个新楼盘的位置距离学校、医院、尔湾大公园、尔湾地标 Spectrum Center 和 Woodbury Town Center 等大型的购物中心和各类超市只有几分钟到10分钟左右的车程，非常便利，开车20多分钟还可以到达世界著名的 Newport Beach 和 Laguna Beach 等海滩。我们首先看 Olivewood 3号户型，4房4.5卫加 Loft， 室内3221尺，双车位车库，预计价格是280万美金起，准确的价格要以开盘当天公布的为准。我们再来看 Olivewood 2号户型，4房3卫加 Loft， 室内2853尺，双车位车库，预计价格是270万美金起。最后我们来看 Olivewood 的1号户型，4房3卫加 Loft， 室内2721尺，双车位车库，预计价格是260万美金起。那么如何加入建造商的排队名单呢？只需要联系我们，准备好资金证明即可。如果是全款购买，排队的资金证明只需要银行的月结单即可。如果是贷款买，资金证明还需要贷款银行的预批信，这个我们可以协助办理预批复信。您排到之后，如果确定想买，先选好地块，然后签合约交定金。当然您排到之后也可以选择不买，或者等待更满意的地块，也没有任何的损失。最后说一下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为什么要尽早加入排队？第一点，排队的日期越早，您在优先名单上的位置越靠前，可以优先选择地块。如果您排在后面只能等待，或者从别人挑剩下的地块里选择，因为建筑商是以加入排队的日期为准，排在您前面的人理论上只要他不主动退出名单，他始终可以优先选择。第二点，尽早加入排队可以买到这个楼盘的前几期，建筑商的价格游戏往往是低开高走，第一期的价格是最低的，越往后价格会一期一期的上涨。第三点，想去竞争二手房的买家，建议您也先排一个新楼盘作为保底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防止二手房竞争不到再来排新房，只能排在靠后的位置。如果您对这个新楼盘感兴趣，请尽快联系我高燕，我们会协助您加入到建筑商的优先名单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掌握尔湾及周边房产的最新资讯。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，我们认真专注，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，我们反应迅速，排忧解难总在您左右。大家如有房产需求，请联系我。